大爷，听说皇上昨晚上一宿没睡，是吗？是。这会儿了，皇上说了，这会儿他谁都不见。听说怡亲王和张中堂不是在里边了吗？皇上说了，他这会儿谁都不见。 既然这样，咱们回吧。格林阿他们也找过我。可见，他们是串通好了的。你们说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皇上，他们这是在奉君之恶。奉君之恶，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 皇上不看实情，过于着急的把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国库亏空追回来，所以才有了糯米半年是会亏空的这种弥天大谎。皇上，因为。 您赐了他那块匾，住口！你给朕住口！正因为有了魏征的范颜之剑，才有了唐太宗的。 贞观之治，妈的好啊！接着骂呀！ 皇上，你罚我也好，责我也好，就是把我身上这个亲王的爵位给我削了，也可以。但是，如果我现在不说出来，恐怕就再没有人敢说了。当初，你急急忙忙的给糯米赐匾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妥，但是我没有说。 后来出了事儿，我就后悔，在当初，我为什么就没有给四哥提个醒呢？过后我想明白了，就是因为现在四哥，你是皇上了，所以有很多的话，想说也不敢说了。 现在，张廷玉也在这儿。难道他就没有看出这些事吗？我想不会，他也是不敢说呀。怡亲王说的是肺腑之言，臣有时候心里有话，没有能够及时向皇上陈奏，确实是。 倒不一定是心里害怕，而是臣有时候怕动摇了皇上励精图治的信心，所以这不要再说了。
今天并没有什么庆典，把你们都叫来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朕要当着你们向天下人认错。皇上，皇上，来吧。这些日子朕收到了427份奏折，其中381份是保诺敏和张廷禄的，只有46份主张严惩这两个人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保他们呢？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，那就是说，诺敏虽然虚报政绩、诓骗朝廷，但是他本人从未贪污过一文钱，收过一份礼，还算个清官。至于张廷禄嘛，也只是夹带了几名考生，而这些考生呢，又是同僚好友所委托的，并不是为了收受贿赂啊，因此呢也算个清官吧。既然这两个人都是清官，那么所犯的罪也就情有可原啊。还有奏折上说，天理、国法、人情，根据这3项定罪的准绳，其中天理、人情都可以免去这两个人的死罪。言之凿凿，立论惶惶啊，一句话，杀了这两个人就没了天理，没了人情。哎，这个是你说的。还有几条至关重要的理由，奏章上都没有说明，现在朕代你们说了吧。第一，是为了保全朝廷的体面，这个诺敏是隆中堂推荐的人，张廷禄呢是连亲王推荐的，又是张中堂的弟弟，杀了这两个人势必就伤了几位朝廷柱石的脸面，这是台面上的理由。台下还有一层，那就是说保住了这两个人，也就卖了几位大臣的人情。连亲王张中堂、隆中堂欠了这个人情，你们不好还呐。第二，各省的督府力保诺敏，还有一门不可言传的心思，那就是说保住了诺敏，山西的亏空就不了了之了。山西的亏空追不回来，他们那些省的亏空自然就可以赖着不还。这样一来，以诺敏的一颗人头保住了众多官员贪污挪用国库的银子，皆大欢喜，普天同庆啊。皇上圣明，朱诏臣等不胜听服。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。你们且慢拍朕的马屁，在这两件事情上朕实在是不英明啊，岂止是不英明，而且就是因为朕才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局面。朕轻信了诺敏了，不只是轻信，朕是在自欺欺人。如果朕头脑清醒，诺敏就不敢诓朕；如果朕
不是急功近利，诺敏也就无机可乘，也就不会有这么多官员置煌煌国法于不顾，一拥而上来保这两个罪无可恕的国家罪人。你们以为朕赐了诺敏天下第一巡抚的匾，就一定会为了顾全自己的脸面为诺敏开脱？说到底是为朕自己闻过是非。如果你们以为朕为了顾全上书房几个重臣的脸面就一定会投鼠忌器，如果这样想，你们就错了。同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相比，同九州万方的天下苍生相比，朕的脸面算得了什么呀？啊？上书房几个重臣的脸面又算得了什么呀？如果朕连这一点都分不清楚，圣祖仁皇帝会把这万斤重担交给朕吗？如果上书房的重臣们连这一点都分不清楚，他们还有资格待在上书房吗？你们都起来吧，这两个案子朕不想牵连任何人，也不想把责任推给任何人。要说责任，这个责任朕一个人担起来。前些天，就是昨天，怡亲王告诉朕说诺敏当了一年半的山西巡抚，家里依然很贫穷啊，还说他的老母亲八十大寿居然拿不出钱来摆酒。朕听了心里很难过呀。朕已经通知内务府给他们家送去5000两银子，只要他的老母亲还在，朕每年都会给他送银子去，直到他老人家去世。还有张廷禄，听说有两个孩子没有成年，这个负担就交给张廷玉了。这有一点要说明白，朕这样做不是为了邀名，朕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没有贪财，可朕依然要杀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比贪财更可恶。比如说诺敏，他是不贪财，他贪的是名。还有张廷禄，国家开科取士一旦选中，那就是朝廷的官员，国家的栋梁，要带朝廷执行政令，还要管理百姓，这需要何等公正，何等小心呢？可张廷禄身为主考，执法犯法，把那些和他有关系的，还有那些将来会对他有好处人请托的子弟，都给我带进了考场，拿着朝廷的名气来做人情。普天之下有那么多读书人啊，如果照此办理，他们十年寒窗苦习圣贤之道还有什么用处？你们这些要保他的人去问问那些正经考生，他们同意不同意赦免张廷禄。至于山西那些贪墨翻库钱财的官员和科场泄露考题的有关人，更是一个也不能饶，也不要等到秋后。怡亲王、连亲王在。
你们俩立刻召集督察院、大理寺还有刑部，按照朕刚才说的意思，马上把这两个案子的犯人审讯定罪，三日后押赴菜市口行刑。这这，上书房再下一道明诏，通知各省，让那些试图通过保糯民而继续拖欠国库欠款的人明白，再胆敢欺骗朝廷、拖欠国库欠款，糯民就是榜样。看起来这两个人在官场上人缘甚好啊，再加上现在这些混账规矩，逢上这类事儿，亲朋好友、门生故吏，少不了要给他们见见刑、记记刑场、收收尸。好啊，好得很。传旨，在京四品以上官员都给我去刑场观斩，大家一起给这两个茉莉送送行，一个也不准高价。延亲王隆中堂怎么没来啊？回皇上，延亲王和隆中堂传话说他们病了。哼，怕是心病吧。留。谢皇上。传旨，叫他们两个立刻来，就在楼下观刑。这张中堂的椅子搬到后边去。这张中堂，请吧。朕粗心了，原不该叫你来的。走，坐到那边去，朕陪着你。谢谢，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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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绩好。哎呀，终于考完了。咱们呀，有三件事急着要做：第一，找个酒楼去大吃一顿；第二，找个澡堂子，咱们痛痛快快洗个澡；第三啊，回客栈啊，好好睡个觉。洗澡呢，我看咱们就算了吧。咋吃一顿呢？咱也没钱。我看啊，咱们还是睡觉不？哎，俗人，俗人，难道除了洗吃睡，咱们就没有其他的事可做了？干什么？总不成去找苏顺清吧？知我者，隐凶也。怎么，并尊又派人给你送银子来了？哪里？除了在客栈里吃睡，其他的我仍是一文不名啊。那你拿什么去见苏顺清啊？没有钱能见到他，那才算是争风流呢。哎，算了吧，朝廷有制度，还是不去为好。啊，俗人呐，俗人。那白乐天、苏东坡，哪一个不是护花使者？就这一次，咱们悄悄的去，未必有人知道。啊，走。走，去，走吧你。嗯，山西送来的这几笔钱，马上从账上消掉。这哎，这2万2银子干嘛用去了？说呀。回老爷，大公子拿去用了。这么多钱拿去干嘛用了？这个小人也不知道啊。去把那个畜生给我叫来。回老爷，大公子一早就出去了，我叫你赶快把他给我找来。这，时候不早了，告诉保姆散去吧，别围着了。天天如此，我早说过，这四关呢，无人破的。小姐，再等等吧，今儿个宫院里都散了，没准啊会有几个真才实学的来咱们这儿散散心呢。哟，彭大公子来了。哎呦，您请您请。混账东西，拿了家里的钱去逛窑子，和人家争风吃醋，总有一天我这老命要送在你的手里头。嗯，你自己因为糯米的事儿在皇上那儿失了宠，能怪我吗？混账。来人，在。把这个畜生给我锁到后院里去。老爷，老爷，给我锁到后院去。公子您走。李竹考在哪儿？李竹考在竹公堂里呢，那边。啊，好。本科录取的贡士一共是84名，大家伙儿再辛苦一下啊！把入选的考卷即刻进呈皇上，然后通知这些贡士准备明天的殿试。大人，是禀报大人。这是东城巡军御史送来的一封信，他说事关重大，请大人即刻拆看。真是节外生枝。怎么？大人，这信里说的是东城的巡街御史说，隆中堂的大公子告发，
说有十几名考生在会试以后跑到树医院去嫖妓。哎，真不像话。其中还特地点了几个人的名字。哎，你对一对，看看有没有录取的共生。哎，这怎么会出这种事？你看啊，真是的呢。有没有啊，丁大人？有。都是谁？有王文昭、尹继善、刘墨林，还有。即刻派人去查，查仔细点，我要知道来龙去脉。若真有嫖妓的事情，还得立刻奏报朝廷定夺。隆中堂家里的人管得也太宽了吧？这些考生不过是去看看热闹，怎么能说是品行不端呢？啊？当然，修身养性是立德的根本，防微杜渐也是必要的。你去告诫一下这些考生，让他们今后注意一下就是了。啊，这，那个什么破四关的刘墨林如何处置，还请皇上示下。哼，朕看就不必深究了，准他参加殿试吧。这。难得你赶来，陪额娘吃一顿饭。有什么事情，边吃饭边慢慢的说吧。额娘，这是儿臣费了好大的劲儿，从高丽给您找回来的千年老人参。额娘吃了它，您的病就会有起色的。额娘。收下你这一片小心。不是额娘说你啊，你那个脾气啊得改改。对你四哥啊也要多让让，有些话我也好同他说。谁是那个刘墨林？回龙大人话，那个靠东边那个就是。对，那就是刘墨林。各位大人都请吧。请。生员都到齐了吗？回大人话，都到齐了。请，请，请。
臣会考总裁李福，率雍正二年甲辰恩科贡士叩见皇上，恭请皇上圣安。恭请皇上圣安。嗯，开考。这么快就写完了？回皇上，听说皇上每日批阅的奏折在万字以上，同皇上相比，臣算慢的了。你，放肆！你是什么人？敢拿自己和皇上相比？追比圣贤，本是读书人的愿望。退到殿外，候着去。这。李德全。醒醒，醒醒，醒醒啊！哎，皇上给你水喝呢，喝吧，喝，啊，喝吧。六百里加急，六百里加急，六百里加急。六百里加急。
六百里加急，怎么回事？哦，王爷，刚送来的六百里加急奏章。王爷，是哪儿来的？是年羹尧送来的。 接下考卷，抬出去，宣玉一。这，到那边去候着。 过了申时，王爷不能再等了，这份奏章得立刻呈交皇上。好，快去吧。这，皇上，西宁来的六百里加急。 不要急，慢工出细活嘛。
慢慢把他洗完。我瞧瞧，是二楼老爷要的。老爷，饭来了。啊，哎，这屋里的便衣坊的小子们送到楼上来。来，快去快去。哎，跟我来。年羹尧上折子说，罗卜藏丹增占据西藏，并吞青海，自立为王。这次他纠集了十几万兵马，又和阿拉布坦勾结的倾向。如果这两支叛军一旦会合，那么西北的局势将是不堪设想啊。目前在西北朝廷只有年羹尧的93000兵马，敌强我弱呀。坐，形势十分危急啊，你们说说咱们该怎么办。皇上，臣弟以为首先是调集大军，因为西北到处是沙漠荒原，如果我们没有数倍于敌军的兵力，是绝对不会取胜的。但是从各地调来的军队，如果没有一个既懂兵法又有身份的人去统领，是不行的。正像先帝当年用兵西北，为什么用老十四去统兵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怡亲王，你是最懂兵法的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连亲王的话至为有理，但是就算是我们大举进兵的话，恐怕也是秋天的事儿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无非两项，一条是调兵布防，一条调集粮草。皇上，臣以为首先应该责令年羹尧调集四川的军队，兵分两路，一路固守巴塘、理塘等要塞，截断叛军入藏的道路；一路阻止罗卜藏丹增进入甘肃，再调静谧将军傅宁安的军队进行西进，隔绝罗卜藏丹增和阿拉布坦会合的通道。这样一来，就遏制了叛军的蔓延之势。与此同时，身至户部兵部，赶紧把粮草和春日应更换的军衣啊，以及行军锅灶，一切军需物资运往大营。至于派谁作为大将军呢，我想可以慢慢的物色，并且从长计议。好，那就按照怡亲王说的去办。张中堂、马中堂，这一下你们就把其他事情放一放，主要是协助怡亲王处理好西北军务啊。这连亲王、龙中堂，李卫放江苏巡抚，田文静放河南巡抚的资文吏部已经办好了吗？正在办。催一催，叫他们马上就办。另外还有新科进士的事儿，你们也过问一下，让李夫他们抓紧阅卷，尽早发榜。主子。
我一边给你。啊。 朱子，你怎么连一碗饭都吃不完啊？早就吃不完了。你怎么了？ 吃饭吧，朱大，你们整天操心劳神的，就吃这么点儿，这日子长了，可怎么好啊？ 狗儿，主子，都是奴才不好，惹主子生气了，奴才该死。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个田文静，一个风尘小吏，一下子放了河南巡抚，里外连个字儿都不识的奴才，也放了江苏巡抚。八哥，你连一句话都不说。 你这个总理大臣当得也太窝囊了吧？你不懂啊，就少说。八哥若是不同意这两个人，这湖广布政使张胜弼、梁楚道许大纨、广西按察使李继墨，还有直隶巡道宋时增、江苏布政使李世仁，能在雍正这儿通过吗？啊？哼，以五比二。 这笔生意啊，咱们没吃亏。说起用人呢，我们远远不及他。你们看看李卫就知道了，一个地地道道的叫花子，硬是让他调教成个厉害的角色。而这些年我们培养的人呢，如今倒戈的倒戈，避难的避难，就是现在用着的人，有哪一个能和李卫、田文静相比啊？ 八哥，咱也不要太长他人的志气了。这二十七个省，这么多要职，他一时片刻能找得着这么多人吗？哎，你们不了解他，他除了破格启用自己的旧人，现在眼睛还在盯着那些科甲出身的清流。身为皇上，竟为一个考生掌灯，你以为他这是妇人之仁吗？ 他是在笼络人心呐！奴才这次去江苏，原想试试主子说的摊丁入亩，把人头税摊到地里去。可是现在看来还不是时候，因为江苏是朝廷的一半财源，西北要打大仗。如果把江苏搞乱了，西北的军饷就会出问题，就会出大乱子。因此，奴才想。 先把江苏亏欠朝廷的税银收上来，保住西北的军饷再说。嗯，你能从大局着眼，又能从小处入手，哼，哎，说明你真是长进了。两江是国家的财富根本重地，不能乱，啊。 你到了江苏以后，要好好干，着实干出点政绩来。同时要多读点书。等你有了那个能力啊，朕把两江都交给你。主子，奴才真怕干不好。哎，坐坐。这是咱们君臣肚子里的话，现在不要说出去。到时候。 朕会妥善安排。嗯。啊，对了，现在西北是目前最紧要的地方，几十万大军需要有一个有大将之才的人去统领。你说说看。
抬谁去最好啊？既然主子问我，那奴才就直说了。最合适的当然是十三爷，但是主子身边缺不了他。此外还有一人。谁？年羹尧。这是你的想法？奴才不敢瞒主子，这是巫先生说的。啊，吴先生在你那儿还好吧？挺好的，除了奴才有事请教请教他，其他的时间他全在院子里，哪儿都不去。嗯，听说吴先生想到田文静的幕府里去，有这回事吗？这是奴才们路过山西跟田文静说的一句玩笑话。其实啊，田文静那儿也确实需要这么个人。如果吴先生愿意的话，可以到他那儿去待一阵子，帮着田文静在河南立住了脚跟儿，再到你那儿去也可以啊。是。皇上，太后那儿传过话来了，说如果皇上用完了膳，请过去一趟。啊。今儿都谁到太后那儿去了？回皇上，十四爷来了，现在还在那儿。朕现在就去。皇上吉祥。儿皇给太后请安。罢了，韵题还不给皇上请安。臣弟叩见皇上。你可是贵部啊，用过膳了吗？小胖子，奴才在。这就是太后的膳食，有64个碗吗？回皇上，没有。太后以天下养，朝廷有制度，为什么不按规矩办？不要怪他们，这是我自己的主意。人老了不喜欢，看见油腻的就心烦，倒喜欢清淡点更合口味。都下去吧。是。儿子已经传旨，请青海罗藏扎布寺的活佛进京为太后祈福。夜来也曾传太医问过，说太后您这病只要安心容养就行，请太后放心。难为你这片孝心。刚才啊，你十四弟也给我带来了一只高丽的千年老人参，看着你们兄弟这么孝顺，我呀就有点病也就好了。来，你们俩挨着我身边坐下。先帝爷留下的24个骨血，虽说都是我的亲儿子，从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毕竟只有你们两个。娘老了在这深宫里养着，一闭上眼睛就剩你们两个人。昨儿听说西北吃紧了，我不由得想起了康熙57年我的生日那天。那天你对我说，要举荐你十四弟出任大将军王，问我放不放心。当时啊，我心里好喜欢。皇上，您累了就歇了，有什么话容以后再说吧。我不累，
现在我当着你们两个人都在，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太后，祖宗有家法，后宫不能干政。如果是有关朝廷的事，孩儿请太后就不要再说了。皇上，你为什么不让额娘把话说完呢？你这是同朕说话？皇上对太后不也是这样说话的吗？你当太后向你求情是让我出任大将军王？你错了。今天我特意求太后为我做主，让我纳乔引帝做我的侧福晋。哦，那也不成。凡是有违祖宗惩罚的事，朕都不会答应。好，我也问皇上一句，你做的事情都符合祖宗惩罚吗？就说这次开科取士那个叫刘墨林的举子公然到枢御院嫖妓，玉立告到你这儿，你仍然让他参加了殿试，这符合祖宗的惩罚吗？哼，你今天是带谁向朕兴师问罪来了？哼，你是皇上，谁敢向你兴师问罪啊？应天，你就这样跟皇上说话吗？你给我出去，你给我出去。快传太医。不要管我，我死了更好。额娘，你也出去。我要清静清静。新科进士的名单出来没有啊？叫他们赶快送来。这个。王文昭，王老爷是在这下榻吗？是，王老爷就在小殿住。王老爷高中了吗？报，贵州举人王老爷会上文下招，高中甲辰恩科殿试第一名，状元及第。快叫状元公出来，让小的们给他叩喜呀！我这就去请，这就去请。哎，王老爷，王老爷，您上文下招，高中了啊？第几？第一名，状元及第了啊！状元及第啊！我。王兄，王兄，这回王兄可真的犯病了。小二，快点来！来了。你们要赶快把他扶到床上去，这是喜信封。小二，你要快到药铺去抓药去，快去！回来，干脆我自己去吧，你到这边招呼着。大老爷是在贵殿下榻吗？是，我这有病人，得赶快到药店。有什么吩咐，您赶快说。满洲镶黄旗下尹大老爷高中甲辰科殿试第二名榜眼及第。他们都在院里呢，你赶快去吧，快去啊！走。
双喜临门，双喜临门的。哎，小孩，小孩，来来来来，给你一锭碎银子，到对面买两罐小鞭去，到我的小店放，知道不知道？哎，知道了。哎呀，一下中了两个，两个呀！这真是天大的喜事，说不定还有第三个。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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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
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看。你们忘了那个道士的话了？你再等等，再等等，你的喜报一定会来的。恭喜二位爷，公子简派轿子的金二位爷来了。快点，刘兄，我们在国子监等你。去吧。都起来吧，谢皇上。坐。朕在这些考卷里啊，亲自阅过一份考卷，写的很好啊，却被你们给刷了。听说，还是因为这个考生去漱玉院那件事。朕本可以不通过你们，就特旨录取他。但是朕还是来找你们啊，跟你们大家谈谈。朕是想弄清楚一个道理呀、啊：为什么真正犯了国法的人，那么多人不遗余力地要去保，啊？而对这么一个考生，就是因为去了一趟书玉院，那么多人不遗余力非要将他榜上除名，甚至还有人说朕准他参加殿试是坏了祖宗惩罚。
连亲王，隆中堂，你们俩是代表朝廷主持这次阅卷的大臣，你们说说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呀？李福，皇上在问你们话呢，听见了吗？你们回皇上的话呀。这大清律宰在职官员嫖娼者，杖80廷杖；秀才举人嫖娼者，停止科考一届。何为嫖娼？那刘墨林嫖过娼吗？回忆秦王，正因为他未成事实，因此皇上让他参加殿试，臣等未有异议。记得皇上曾对臣等说过，为国抡才，既要取才，更要取德。那刘墨林在漱玉院与妓女斗艺，众口喧腾，传遍京城。若娶了他，既玷污了皇上的圣德，也有悖圣人礼法。臣等未能娶她，实是为了维护朝廷纲纪，请皇上鉴察。哎，倒茶水去。这。皇上，臣弟倒是想同他们切磋切磋什么叫礼法，也请皇上和在座的几位尚书房的大臣们一起听听。好啊，我们大家都听听。哎，小子，等等。是，奴才在。小子，我问你，在你们家乡那边有没有唱关于那个河水啊、月亮啊，还有男欢女爱的小曲啊？嗯，哎，十三爷问你的话呢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快说啊。嗯，这回十三爷的话有。那好，你来唱一段给大家听听。别着急，想想。十三爷叫你唱，你就快唱吧。嗯。初一到十五，十五的月儿高，那春风吹动，吹动杨柳梢。三月桃花开，情郎少叔来，少叔叔少欣欣，要一个荷包袋。一宿一只船，船上长着帆，里面的意思情郎你去猜。哎，好啊，好好好好好啊，好，唱得好极了，歌好，曲儿好，啊，意思也好。过来，这个荷包也赏你了。十三爷赏你的快捷呀，还不嫌？快点儿！谢十三爷的赏。襄阳礼举不登大雅之堂，更何况是庙堂之上。十三爷此举，臣时时不解，也时时不敢苟同。谢师记此言，请皇上见纳。请皇上见纳。起来吧，李亲王，你同他们理论理论。嗯。你叫谢济世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好像是康熙51年的进士。是。那你叫陆生南喽？是。和谢济世是同榜进士。是。嗯。刚才你们说襄阳礼举不登大雅之堂，那好，那就请二位来一段能登大雅之堂的吧。你们把《诗经》中的第一首念给皇上和在座的大家一起听听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好，背得好。
只是这意思太深了，还烦请二位给我解释解释。怎么，陆大人，你不愿意教我？岂敢？是岂敢教我，还是岂敢不教啊？好，我说，官居乃《诗经》之开篇，是说一位姣好的女子在河边采摘荇菜，一位钟情的男子弹着琴瑟，敲着钟鼓，向她倾诉爱慕之情。好了，怡亲王已经说得够明白了。实话同你们说吧，你们读的这些圣经闲传，朕怡亲王和连亲王打小在南书房都学过。连亲王，朕记得诗三百在南书房的时候你也能够通背啊。朕现在想跟你们说的只有一点，那就是如何去理解圣人的礼法。圣人的礼法两个字可以概括，中庸。何为中庸啊？天容万物，海纳百川，这就是中庸。为什么秦氏唱的情曲你们一听就心生反感，认为是相邀离曲，不分好坏一概逼迫，而对《诗经》中的那些情曲呢，哼，你们一个个不但能够倒背如流，而且无不心向往之。就说那个考生刘墨林，不就是因为仰慕苏舜卿，何罪之有啊？朕秉圣人天理人情之本意，准他参加殿试，为什么就流言四起啊？啊，说朕是有意的违背祖宗惩罚。其实啊，有些人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，而你们呢，你们这些饱读圣人诗书的人怎么也如此糊涂啊？我对不起你们，一瞧你哭成这个样子。我都知道了，全是因为我让你失掉了前程。妈妈，妈妈睡了。谁呀？这么晚了。妈妈是我呀，我是臭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像掉了魂似的。妈妈，苏舜卿他跑了。啊，他，哎呦，这个挨天杀的，他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？哎呦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抄家伙给我抓人去呀你。哎，是，快走走。哎呀，灵儿，你他妈这挨千刀的你啊，你开的是好黑店呢你啊，你是转眼不见平白无故的就把我的苏姐你给拐到这儿来
了你啊，莲儿，你他妈赶紧给我出来！你来了来了来了！告诉老娘，在哪儿呢？哎呦，我的太医儿啊！您瞧瞧，这苏姐儿是您老的摇钱树，我们家祖坟上就是长出八丈青草，也不敢管住她呀。你呢，肯定是弄错了。你放娘的狗臭屁！昨儿夜里还有人听见她在楼上弹琴呢。哦，您说的是二楼北房，其实那不是我们连生客栈。我不跟你扯臊，不就是二楼吗？走。咱们坚持，走走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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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哟！你说这个小没良心的浪蹄子你啊，这些天你闭门谢客，我就知道你有浪心了你啊！这个小蹄子，那么多人出一千两的银子，见你一面你都不行啊！可是那隆中堂的公子啊，给你五千两银子替你梳笼，你也不肯啊！这可倒好啊，你一分钱没有，你就把你的胡乱的身子送给这个落地的虫。算了，你我跟你拼了我！我干什么你？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啊！过来溜溜一口中的功名，叫花子你不像叫花子，卖唱的你不像卖唱的啊！就凭你，给佟家大公子提鞋，你配呀？你就跟他睡呀你啊！好了好了，我的老干爷儿爷儿祖宗，您老醒醒神儿吧，这破身子的事想瞒都瞒不住了，您倒好，满天家的叫唤，还怕人家不知道吗？哎呦，我就是不说，这纸里能包住火吗？啊，现在呀，你就是让人家梳笼，让人家赎身，也开不起价钱了你。你这个黑心的浪蹄子，你啊，你哎呦，可不得 了！你说要多少钱才能给他赎身？哎呦，就凭你？好，老娘这边也赔了啊，索性啊一赔到底。这首饰头面银子不要你的了，本银一千，嗯，我养了他九年，每年呢也算一千，嗯。一万两银子啊，咱们是一手交钱啊，一手交人。你拿来，一万就一万，可你得立个字据。一万两你有？有没有？你自己看。师傅，跟您打听一下，连生客栈在什么地方？哦，连生客栈从这儿拐弯不远就到了。谢谢您了啊。走。嗯。跟他到江南去吗？嗯，哎，孩子啊，你要是真的过不下去，就再回来找妈啊。哎呀，妈妈的养育之恩，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我既然跟定了她，就一辈子也不会回头了。哎，妈妈。您自个儿多保重。嗯。顺清从小没有父母，多谢妈妈把他养大。我刘梦玲将来若有出头之日，绝不忘妈妈的养育之恩，请妈妈受我一拜。哼！怎么回事啊？刘墨林刘老爷在吗？
哎，在在啊！顺天府刘墨林刘老爷探花及第喽！绑走发了，一定是有人搞恶作剧，不要理他们，我们这就收拾东西，待会儿就走啊！我好怕。请刘老爷下楼升轿，去国子监报到。请刘老爷下楼升轿。这不可能。请刘老爷不要再犹豫了，是皇上将您的考卷从落卷中提了上来，您是皇上恩典的探花。我宁愿不要这个探花。不，你十年寒窗不容易，何况这是皇上的恩遇，你去吧，我等你。老板，老板，哎哎哎，来了来了，来。小神在，老板，我的夫人就暂时寄住在你这儿，你给我好好伺候着。这个自然，这个自然，探花宫您放心去吧。在外面耗着呢。嗯，叫他进来吧。哎，这个，哎，奴才该死，奴哎，奴才该死，皇上饶命，皇上饶命。行了行了，赶快收起来。哎，这鞭子回头再扎。皇上成了，您看这样行吗？先这样吧，下去耗着去。这。恭请圣安。啊，起来吧。恒臣呐，我想了一夜，有年羹尧出任西北绥远大将军，就这么定了。尚书房拟一道明诏，传谕各部各省，除川陕现有的93000兵马，敬你将军傅宁安的80000兵马，另外青海、甘肃、四川、陕西四省都归年羹尧节制，你就在这儿起草，待会儿朝会上宣告。这，皇上，您的女婿哈庆生到尚书房托人说过几次了，让见着您的时候提一提，能不能从西北大营把他调回京城来，给他另谋职位。他妄想。另外，他还特意从四川给您带来了石基楼秘局，正想给您进上来呢。哼，哎，他的事儿你不要管呐，朕自有安排。那十几篓橘子统统扔到金水河里去。这雍正二年恩科进士，桂林皇上圣谕。你们都是读书人，十年寒窗苦习圣贤之道，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官呢？朕赐给你们三个字，第一个字是恭，第二个字是忠，第三个字呢是能。在这里啊，
朕向你们介绍几位榜样：张廷玉。臣在。他弟弟张廷禄出任会试主考，徇私舞弊，那么多人上折子来保他。可是张廷玉呢，他上了一个折子，主张严办，他这就是公，公而无私啊。李福。臣在。他就是朕为你们树立的第二个楷模，忠的楷模。他这次担任会试副主考，是他第一个发现了科场舞弊的事情。他完全可以装聋作哑，犯不着得罪那么多人，冒那么大风险冠纱帽出考场举发这件事情。后来有人告发你们进士当中有些考生去了青楼，他竟然不顾朕的主张，顶撞着非要把这些考生刷下来。他认为代朕办差就一定要对朕负责，就要把这个事情办好，这就是忠，忠心不二。下面朕还要为你们找一个并非科甲出身的楷模。李德全在。宣田文静进殿。这。宣田文静进殿。臣田文静恭请圣安。朕派他到山西去调查藩库还款一案，他孤身入境，四面皆敌呀，但是他却能从不能入手处入手，不能进取处进取，最后终于将真相大白天下。这种捏杀成团的手段当之无愧一个能字。所以啊，有真学问也不一定都是科甲出身的啊，你们要好好向他学着。这只要具备了这三个字，朕就会不拘一格，大胆启用。这一次朕就启用了田文静为河南巡抚，李卫为江苏巡抚，就在今天朕还启用了年羹尧为西北绥远大将军。朕不怕别人说长道短，只看真才实学。现在朕还要启用两个人，第一个是你们这一期的主考李福。朕命你为湖北巡抚。起来吧。望你能在短期内将湖北亏空追回来，并将那里的吏治民生切实整顿一番。臣鞠躬尽瘁，一定不辜负皇上的圣望。第二，就是你们这一科的探花刘墨林，他两场的考卷朕都看过了，他书读得很好啊，朕想把他留在身边做朕的侍读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朕问你话呢。嗯，谢皇上隆恩。您带我向皇上转奏，这个官我不做了。
皇上的深恩，我下辈子做牛做马再报。你呀，别着急，有什么话你跟我慢慢说。他又回淑玉院了，我知道他是怕误了我的前程。十三爷，她是天下第一好的女子，我不能负她呀，我不能负她呀。难得呀，难得。好，九冲，你们两个天底下第一号的糊涂蛋，你十三爷今儿就帮你们一次，起来吧。开门了，开门，开门，来开门。人，这位大人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可是在顺天府上了级的正宗院子啊！啊，你就是这儿的保姆？哎，是是是。来呀，来，抓起来，抓！凭什么抓我？凭什么抓我呀？凭什么？就凭你逼良为娼！冤枉，冤枉！大人啊，我老婆子可从来没有逼良为娼啊！你没有？那我问你，那苏顺清已经让人赎了身。你怎么又把他逼回来，让他卖娼呢？哎呦，大人，没有，我还敢抵赖？掌嘴！龙大公子，快来救我呀！龙大公子，快来救我呀！你们是哪个衙门的？哼，你又是哪个衙门的？你他妈问我是哪个衙门的？你问我是哪个衙门的？告诉他，你没长眼，这是当朝隆中堂的大公子。哦，原来是龙大公子啊！不会吧？隆中堂家教这么严，他老人家的大公子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呢？你们究竟是谁的属下？为什么偏同我过不去？不敢。下官是怡亲王十三爷的属下，大公子为什么偏要同十三爷过不去呢？走。龙大公子，你可不能不管我们的。龙大公子，来呀，把这都给我封了。隆中堂，皇上说他累了，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说。这个孽障迟早要了我的命。别唱了，别唱了，别唱了！哟，哎，给九爷、十爷、十四爷请安，怎么停了？接着唱。还不快滚啊你！哎，这，哎，等等，你呀，可以把这件事情给揍上去。不敢，不敢。你就说呀，我们哥几个呢，在弘扬圣人的礼法，啊，这，走，大爷。哎，你看，谁是？咱们走吧，走吧，姐。哎呀，别看。嗯。还不把这些歌女轰走？赶快走，快快。
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这口气你受得了，我们受不了。八哥，他们介于考生的事，整夜的羞辱你，又暗中挤兑老十四，愣把一个大将军派给了异姓奴才年羹尧啊。可你呢，啊，还一个劲儿的张罗着替年羹尧调集军需粮草。八哥，就算咱们不当那个什么总理王大臣啊，你还是先帝爷亲封的连亲王呢，你怎么就怄得下这口气呢？住口。没错，他们是给我气受，可你们，你们呢？你们让我伤心。我不是什么总理王大臣，我更不稀罕连亲王的爵位，我是先帝的儿子，爱新觉罗的子孙，十几万叛军都打到家门口了，我不会因为自己受了一点气而置列祖列宗的江山安危于不顾，更不会自甘下流去当街丢丑。是啊，我们是自甘下流置列祖列宗的江山于不顾，可你呢？那天你找我的时候怎么说的？到了关键的时候你倒成了贤王，成了雍正的忠臣，我们倒成了爱新觉罗不肖子孙了。想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吧，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老师，咱们走，免得人家瞧着我们伤心。朕的忍耐也是有限的。怎么了？要不要传太医啊？没事儿，最近有点伤风，总是咳嗽。哦，我是皇上，臣弟，我恳请您，像您刚才说的那些事儿啊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你千万不要和那帮人一般见识。嗯，放心吧，他们这么做，无非就是为了败坏朕的名声。可朕的名声也不是那么容易败坏的，朕不会因为这些事落了手足相残的骂名。朕只是在想啊，老十四一向自命清高，深居简出，为什么这次也跳了出来啊？他是对那个大将军王耿耿于怀。傅宁安将军便是旧部兄弟，尔等接我八旗历经百战至巴图鲁，持马御鞭挥刀杀贼，皆分内事也。为俯首听命于以包衣奴才，是我满人勇士前所未有之大辱。朕担心的是，将军的人马到今天为止都算到齐了，蒙皇上的恩宠和朝廷信任，叫年某添任大将军一职。哦，你们都坐下。傅宁安将军，您是皇上钦定，作战经验丰富，你有什么高见呢？你是大将军，该怎么用兵你说吧，我们听着就是。既然福宁安将军这样说，那我就部署用兵方略，请大家仔细听了，
因为茫茫荒漠，叛军飘忽不定，而我军失去地利，粮草转运十分困难。当时圣祖仁皇帝就曾指出，西北打的不是兵马，而是钱粮。圣明烛照，一言中地呀。而我军汇聚了23万兵马，最为关键的是要保证粮草军需的供应，才能站稳脚跟，步步为营，与他们做持久之争。因为我军粮草转运困难，叛军同样粮草转运困难，只要我们能保证粮草军需源源不断，同时切断叛军的粮草供应，那么这种形势就会扭转过来，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。到了那时再与叛军决战，方能一鼓荡平。诸位以为如何呀？请问年大将军，我们要和叛军这么相持多久？4年、8年还是10年？20多万大军每天的军需粮草是多少？朝廷能拿出多少钱粮让我们和叛军耗着呢？啊，打仗就是真刀真枪，血光相拼，纸上谈兵迟早是要误事的。那么我倒想听一听，什么才不是纸上谈兵？福宁安将军，你能跟大家说一说吗？那我说了，年大将军会照我说的去做吗？只要你说的在理，我年某自然会采纳。好，我的意思很简单，那叛军只有10几万人，而我军有23万之多。趁现在罗布藏丹增和阿拉布塔还没有会合，我军立刻全军出击，将叛军一鼓荡平。一鼓荡平？那么请问叛军现在在哪里？20多万人马从哪几路出发，到哪里去会合？这么多人的粮草又如何随着大军转运呢？这些就是你大将军的事儿了啊。那你们就听我的将令。岳仲琦岳将军，在你率领四川的30000兵马，部署李唐、巴唐和黄胜关，严防罗布藏丹增入川。如若叛军有一兵一卒进了四川，我唯你是问。这福宁安将军，说吧。你率领所部8万兵马即刻西进，进驻吐鲁番和喀斯口，隔断罗布藏丹增和阿拉普坦会合的道路。年大将军，从这儿到吐鲁番、喀斯口几千里的路程，茫茫荒漠没有人烟，恐怕我这几万弟兄还没有走到就会都完了。这个将令难以执行。你想抗命？是乱命，谁都能抗。你以为我这个大将军治不了你？治我？可以。你得问问我这8万弟兄答不答应。你们这都干什么？啊？都干什么嘛？怎么自己人打起自己人来了？啊？坐下，都坐下。傅宁安将军，你如果有什么用兵方略，你写个条陈呈给我，待我禀奏皇上，咱们再定。我的方略很简单，那就是即刻找到叛军，与他们决战。好啊。等你找到了叛军决战的时候告诉我一声。哎，好，那就这样吧。走。
将军，你们也回去待命吧。你的想法，朕深以为然。朕将20多万兵马交给了你，也就是将社稷的安危托付了你。你要有雷霆手段，不能丝毫手软，该怎么做放手去做，朕会支持你。就是做错了，朕也不会怪罪你。军需粮草，朕自会源源不断地接济你。总之，你要替朕争气，剿灭了叛军，守住了西北的门户，你就是朕的恩人。好，傅宁安是好样的，那年羹尧统不住20几万大军，到头来这大将军还得你去。那也未必，别忘了还有个老十三呢。哎，你还不知道吧，过不了多久啊，老十三只怕连路都不会走了，怎么能带兵去打仗呢？啊，哦，哎，这哟，来，来，来，这儿。我，怎么又见红了？我看，还是告诉皇上，请太医院的太医来给你看看。哪儿就死人了？我说了。这事不能让皇上知道。可是你少啰嗦好不好？君，把那些折子给我拿过来。哦，衣服也给我准备好，待会儿还得去兵部呢。去呀。来人，在。这什么时候送来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是昨儿给您送来的。属下们看您太累了，没敢惊动您，是今天早上一起给您送来的。这是什么事儿？你们竟敢单干！你们胆子也太大了。告诉你，如果西北损了兵马的话，我一定是问。这就是说，10000人。20000人，甚至更多人的性命都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啊。再说了，为了大局，有时候也不得不这么做。报！傅宁安将军已经和叛军交战。再看，撤！撤！撤！这里必定有埋伏。岳将军在，你带20000兵马马上到峡谷口，多用弓箭，待我军逃出，敌军追击的时候用弓箭拦住他们。得，全军出动，跟我去迎接傅宁安将军。这。
将军，傅宁安的军队全军覆没，就是死尸也要把他找回来。撤！杀！一旅抗军令，桀骜不驯。如今损兵折将，不杀你怎么对得起朝廷？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这么多弟兄们？你放心吧，你的家眷我会安排的。来呀，弓箭手！不远大将军年羹尧是节制四省统领23万兵马的主帅，此后谁要是胆敢不听我的号令者，他就是下场。有人说朕重用汉人忘了满人，可笑，九州一统入关都历经三朝了，哎，居然还有人说出这种满汉之分的话。如果真要分那么明白，那就来看看，啊，咱们满人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。康熙56年，传尔丹60000兵马全军覆没，啊，这次傅宁安又损兵折将，国家养了那么多军队，七营兵还有多少啊？哪一仗不是靠着绿营兵在前面冲锋陷阵？进关才70多年，很多旗人连马都不会骑了，这能怪朕不重用满人吗？好，这次朕派你们10个人到西北去，知道去干什么吗？知道，皇上是让奴才们前去历练。知道就好。你们都是上三旗的子弟，又是朕身边的人，到了西北好歹也替朕争口气，不混出个人样来，那就不要回来见朕。知道。不是还有人说朕只有奴才没有兄弟吗？看来朕的兄弟当中也该派个人到前线历练历练。张廷玉，朕在。你旨。九王爷允唐前往西北战场。这岳钟琪将军呈文，大将军命他率兵进驻松藩，他说眼下不便执行。为什么？他是请了圣命的，说目前敌军的行踪尚未确定，他不宜与大将军合骑并进，这是他抄来的皇上的朱批。什么人都能直接从皇上那儿接受旨意了，还要我这个大将军干什么？哼，回文给他，今后有什么事情直接禀报我。再这样下去，几十年的情分和脸面我会不顾了。这怎么了？是朝廷刚发来的底报。嗯，都写些什么？你。皇上派了10名大内一等侍卫护送九阿哥允唐来大营军前效力。
妈的，狗日的年羹尧，把老子们害惨了。妈，到了西宁，伺候的好老子便罢，伺候的不好，老子一天一个密折揍上去。闭上你的臭嘴！你们当真是大内呢？来，九爷，喝口水。年羹尧，哎呀，这一路上啊，让弟兄们辛苦了。哎，这张银票啊，给弟兄们喝酒吧。奴才们做了什么，怎敢受如此重赏？什么主子奴才的，到了这个地方都是患难兄弟啊！拿去拿去。哎，兄弟们，九爷赏银子了，还不过来谢九爷？谢九爷赏。谢九爷赏。哎，罢了罢了，咱们还是赶路吧。啊，走，这这，嗯，来来，九爷，来来，扶你。啊，来来来，哎，走，上马。大将军，九爷和十名大内侍卫已经到了城南。嗯，该你了。这大将军，您看要不要接一接？接着下。怎么了你？大将军，这十个人可是非同小可呀。统统是皇上身边的侍卫。九王爷虽说在朝上不吃香，但毕竟是先皇的辈子，皇上的亲兄弟。这台面上的事儿，大将军，您还是要做一做。去。你，还有你，去接一下就行了。慢着，就说我军务在身，不便远迎，去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收拾收拾，准备准备。接驾。主子呀，您到底和奴才下的是哪一路棋呢？您大将军叫奴才们再三致意九爷，他军务在身，不便相迎，委屈九爷和诸位大人前往大营相见。有劳你们大家了，请前面带路吧。请。是是。您大将军有令，请九爷在此歇马，您大将军立刻出营。给九王爷请安！给九王爷请安！
九爷在此歇马，年大将军有令，请九爷在此歇马。九爷，奉旨请来大将军麾下效力的，从今日起但有使命，一定俯首谨遵。九爷言重了，您是天皇贵胄，军前效力，规矩还是要讲的。请九爷到后帐，我为您洗尘，请。穆湘阿他们十个都是皇上跟前侍候的人，还请大将军稍留体面。哦，来呀，在。他们十个人，你把他们带到西关县，设酒接风，告诉他们他们的差事明日分拨下去。成，请。大将军要卑职为十位大人设酒接风，告诉你们年大将军。 就说老子们已经吃饱喝足了，用不着他接什么屁风。对，接什么风啊？九爷，请。啊。九爷，请。啊。 好，八爷托我向你问好。给九爷请安了。哎，亮公，亮公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既不是钦差，也不是督军呢，我是……您是九爷。哎，九爷，这国礼不可慢，家礼不可废，请九爷。 恕我军务在身，怠慢了。耿尧也是读书的将军，君臣纲常还是懂的。其实啊，您到这里来干什么？咱们是心照不宣呢。等战事稍有转机，我一定奏明皇上，让九爷体体面面的回京。啊？ 梁公啊，你真是条汉子！哎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。皇上和我虽是兄弟，但多少年来也存着不少呵呵芥蒂。哎，自古成者王侯，败者贼啊！我有什么不明白的呢？又是兄弟，又是贼罢了。 我说这些话呀，你密奏皇上也好，将我就地正法也好，我都无所谓。但我呀，但我心里把你当条汉子。如今依托你，求个平安，我对天起誓，我若有谋逆篡位之心。 有如此晚。亮公。 听说十一月初三是令尊大人的七十大寿，我原想亲自去，可惜皇命难违。这点银子寄回家去用吧。啊，圣寿九爷了，别，家父如何担当得起呀？帅爷，怎么回事？西关县的侍卫们喝醉了酒，和帅爷帐下几个亲兵打起来了。哦，我去处置吧。这些人我知道，除了欺压善良，半点本事都没有。桑成鼎，你再陪九爷喝几杯。九爷，您先喝着。来，传二品以上副将参将都到帅帐。这。 快下去！
什么事了？说话。出什么事了？禀年大将军，他们辱骂您，我们出来劝阻，他们还动手打人。你现在才想起来禀报我，迟了。去手。啊！到军粮处去养伤。哎呀！他们是立过战功的，因此我免了他们一死。你们搅闹我的行辕，怎么处置啊？你可以上奏皇上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。无求所谓。我是节制四省的大将军，发落你这个狗娘养的，何须惊动皇上？哼！回你大将军的话，我母亲是和硕二十三公主，是康熙先帝爷的女儿，是当今皇上的妹妹，不是什么狗娘养的。你顶得好，顶啊！省长，省长，大将军省长喽！大将军省长喽！十名犯纪的侍卫给我带上来。撤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你们，放开我，放开你们，放开我，你们狗胆包天，走，老子们是皇上的侍卫，皇上知道了，放开我，你们一个个都得死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，走，知道。启禀大将军，十名侍卫已押到。年大将军，我们奉了圣谕，万里迢迢来到军前效力，你就这样对待我们？跪下。什么？跪下。你看，我们都穿的是什么？叫我们穿黄马褂的，给你跪下？
脱掉外甲。莫相阿，都看见了，你刚才在西关县说什么来着？你是和硕公主的儿子，一星哥。末将在，把你的出身说给他听听。这，镶黄旗左领下将军，一星哥，和硕简亲王三世子，按爱新觉罗宗谱，系当今皇上叔辈。都听到了吧？他的身份不如你尊贵呀、啊！啊？什么东西？你只不过是皇上的一条狗，竟敢到我西北大将军行营来撒野！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一星娥，末将在。按照行辕的营规，这十个人到辕门步行参拜宣华西关谢，辱骂本将军，该当何罪？斩！您大将军，上酒，我亲自为他们送行。其实我并不想杀你们，皇上差你们来是想叫你们一刀一枪的为朝廷建功立业，这我知道。穆相阿，我和你父亲的交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小子做满月做周岁我都去过，那时候我还夸你说你有出息，长大之后肯定比你爹强，谁能想到你会死在我令箭之下。哎呀，这人呐，从哪儿说起呢？端起碗喝了吧。小子们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冒犯了大将军，如今知错了，还望大将军念在和家父的交情上，饶了我们这一次，今后甘愿一刀一枪的死心塌地的为大将军效劳。是啊，大将军，不能这样说吧，这是西北大营中军行辕，是指挥二十几万大军打仗的地方，不是你们小孩子过家家，砸了家伙还可以重来。我要是宽纵了你们，就无法约束这二十万将士。你们在西关县那里的军校没有向你们宣讲纪律吗？宣讲了。那就休怪我无情了。拉出去！走！我是皇上一等侍卫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走！救命啊！行刑！下留人，且慢行刑，一切等我见了大将军再说。这，放下，
前效力，久备了允堂，求见大将军。请进。年大将军，我来替十名侍卫求个情。军法无情。九爷，似乎您不应该管这些事情吧？是，我是到军前效力的，本来没有资格管这些事情。可是他们都是同我一起来的，第一天就被杀了。大将军，传到朝廷，传到皇上那儿，我也脱不了干系呀。允堂愿意作保，国家用人之际，先记下这十颗人头了。人是我杀的，绝不干您的事。九爷，您知道，我是节制四省十几路人马，20多万将士，赏罚不明，怎么打仗？当前我军正对叛军形成合围之势，十几路兵马不能协调一致，误了军国大事，我才是脱不了的干系。各位将军，他们犯了军规，本应处死。但是念在我的薄面上，请大家一起求个情好吗？我这里先向诸位谢过了。谢过了啊。属下愿保。看来，在我这执行军法也是很难了。大将军这样说，允堂不胜惶恐。我这里先行谢罪了。九爷，请起。九爷，大将军，我。九爷，请起。不可，千万不可。去。把那个十个侍卫给我带回来。这九爷以后千万不可如此。来。还不给九爷设座？这来，九爷请。坐。今天是九爷为你们求的情，让你们在鬼门关上把命捡回来了。谢大将军，谢九爷救命之恩呐！谢九爷了，死罪虽免，活罪难饶。各打20军棍，狠狠地打！九爷，这在军中是常事。九爷，以后见惯了就不怪了。我在东书房里给您安排了行帐，这里不比京城。九爷，您可要受委屈了。来，坐，请，
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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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呦，哎呀，哎，桑成鼎在，为什么不给众位将军设软垫呢？是小的疏忽了，快设软垫。是。哎呦，哎呀，请坐。坐吧。谢了，谢了，谢了。哎呦！年宝，担着捍卫朝廷安危的干系，许多事呢，都是身不由己。你们是皇上身边的人，我更是皇上一手提拔的心腹。按理说呢，咱们是同事一主，不应该生分。可是，你们当着我的下属这样做呢，让我为难呐。去，把这份菜送给穆将军。这。大将军，都是小的们不懂事儿。还望大将军多多教诲啊！是，多多教诲，多教诲，大将军多教诲啊！我知道，你们都有密奏的权利，不就是凭这个，才敢放肆的吗？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不但有密折陈奏之权。还有先斩后奏之权，要不然我怎么敢杀傅宁安呢？先斩后奏，皇上不但没有处分我，还下旨表彰了我。你们还年轻，不懂事啊。皇上要是信不过我，怎么肯将几十万大军交给我呢？啊，今儿个一场噩梦，胜读十年书啊！我们今儿个服到底了，今后鞍前马后，总归听大将军的使唤就是了。唯大将军之命是从。好，从现在起，你们好好跟着我，在军前效力，我不会亏待你们。宋腾宁，在。把他们都安排在中军行辕，不要让他们到前方去。这，谢大将军恩典，谢大将军恩典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大将军，什么事儿？各营刚刚报上来的军务。这里头没有外人，说吧。这。据说巴当的五万军马粮草快要完了，最多只能维持十天。据守黄胜关的八万将士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官饷了。岳将军说，再这样下去，兵就很难带了。速给户部上文，催他们即刻将粮草军饷运来。如果再这样，这个仗让他们来打。第一波的十万担粮米已经通知各省陆续运送，这两个月各省上缴的税银，除了留下一小部分维持朝廷的日常开支外，其余部分也全调往西北军中了。户部这一项差事办得不错，尤其是联亲王居中调度，能把军需粮草源源不断运往前方，殊为难得呀。啊，分内之事，何劳皇上圣驾？不，凡是辛劳社稷的人，都应该受到褒奖。张廷玉，你旨，着赏联亲王
亲王双凤。这啊，不不不，皇上，您这个恩赏，臣不能接受，也断断不敢领受。嗯，皇上，这个差事，臣弟实在当不下去了。这是刚收到的西北的公文，西北大军所需要的银子一天就要20万两。有这么多？一个月下来就是700多万两，现在国库存银只有1000多万两，也只能够大军一个月的开支。再说粮草，这几年山西大旱，黄河、淮河又接连发大水，波及到山东、河南几个省欠收。刚运走的10万担粮米，也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再这样下去，臣弟不知道还有什么法子能保证大军的军需粮草。兵部和年羹尧的那个用兵方略能不能再调整一下，争取尽快与叛军决战？皇上，这几十万大军在方圆几千里调动，仅对敌军形成合围之势，恐怕就要几个月的时间。更何况叛军在那一带经营已久，飘忽不定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重蹈传尔丹和傅宁安的覆辙呀。当前的国策一切以西北军事为重。张廷玉，你指从明天开始，所有的开支都要紧缩，首先从大内开始。除了太后的日常用度不减，朕的开支和各官的开支都减去一半。在京各部衙门的开支也减去一半。另外，各省督府、司道州县所有的应酬一律取消。节省下来的钱全部供应西北。这皇上，西北大军的开支似乎应该节约，据户部核算，仅大将军行辕每天的用度就需要2-3万两银子，甚至还安排了1000多人特地从四川运送新鲜蔬菜供行辕食用，这也太糜费了。有这回事？确有其事。再苦也不能苦了前方，只要他们能够打胜这一仗。李德全，奴才在。把兵部和户部的折子都送到养心殿来。奴才马上就办。西北的密折到了吗？刚到的。奴才穆香阿贵臣，年羹尧是好样的，他心里装着主子，装着朝廷，每天睡觉不到3个时辰，吃东西也很简单。
奴才一心阿密臣，大军正在对叛军形成合围之势，当务之急是军需粮草，但浪费仍然很大。仅仅中军行员每天吃的蔬菜，就安排了1000多人从四川转运。久备了允堂和10名侍卫已经到了。年羹尧对允堂礼敬有加，却差点杀了10个侍卫。不知为什么，10个侍卫反而对他十分畏服。诸位大人，请进吧。参见严大将军。免了。谁是户部借送军饷的官员呢？卑职正是。我要的是1000万两军饷，为什么只送600万两？回大将军，户部一下子拿不出1000万，这600万还是连亲王从各省税银中挤出来的。谁是河南来的押粮官呢？卑职河南粮道河南押粮官，奉本省巡抚田大人之命给大军押粮来了。根据日期，你押的军粮昨天就该到，为什么今天才到呢？回大将军，卑职在路上遇到大雨，山洪爆发，修了一天的桥，所以延误了一日。延误了一日，今天你延误了一日，明天他延误了一日，我这几十万大军还打不打仗了？穆相阿，在。按照军规，粮草迟误一日者，应该怎么处置啊？斩！走。我是河南的地方官，是朝廷钦定的三品大员，你没有权利杀我。我没有权利。我的话就是权利。干！我是三品大员，你没有权利杀我。你是朝廷派来的。我不杀你。不过，你马上回去，告诉户部，把欠我的军饷赶快补齐了，给我送来。不然的话，我直接向皇上求要军饷。这。集体辞官，国家没事的时候，你们怎么都不辞官呢？
现在几十万大军指着你们接济军饷，朝廷面临着安危存亡的时候，你们倒要辞官了，嗯？你们就这样子为官？就这样子为臣？臣等也是实在没有法子。哎，再这样下去，误了朝廷的军国大事，奴才们就是死一万次，也担待不起这个罪名啊！辞了官，你们就没有罪名了？好啊，要辞官也可以，都发配到军前打仗去。皇上，他们都尽力了，现在国库里连一文银子都挤不出来。年羹尧又一天一个折子催饷，户部这个差事，谁也干不下去了。臣是分管户部的，要发配，您发配臣好了。好吧，西北的军饷，户部就不要管了。张廷玉，在。李直，从现在起，成立军机处。西北的军需粮草调配和用兵方略的指挥，全归军机处办理。启奏皇上，军机处都有哪些人当差？怡亲王允祥，尚书房三个大臣，还有连亲王也算一个。坐吧。你一到延旨，催讨各省拖欠国库的款银，接济西北军饷。首先从江苏开始，一个省就拖欠了1200万，啊，简直是天良丧尽。听说苏州织造曹寅，江宁织造李许，这两家就亏空了300多万，而且一十几年。隆中堂，内务府该你管，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追讨啊？回皇上的话，这曹寅已经死了，现在是由他的侄子曹府接任织造。可这曹家和李家都是孝庄皇太后的包衣啊。不管谁的包衣，这次都得把欠款还清。张廷玉，马琦，臣在。立刻以军机处的名义发一道600里加急给李卫。江苏的欠款先从曹府李许两家入手，还不清欠款就抄家。这大人呐、大人，大人呐，你看这府里女眷太多了，老太太又年事已高，请容我安排一下。大人，把女眷们都赶到后院去，挨房搜查。是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快点，快点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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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带走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，你们过来，过来。孩子，快，我扶着，快，扶了，扶了，走，走，走，快走。
遇到贼打劫了，好手段，好手段呐！大人，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大人，再也不敢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哎，免了，免了，免了。看你们汗流浃背的，一定是抄家抄热了吧？哎，把衣服脱了，啊，凉快凉快。这啊，大人，脱了，赶快脱了！好了好了，都站到大门外去。给其他人做个榜样。曹府一笔，李府一笔，罗府一笔，这样算下来，这个西北军饷也就有个着落了。年羹尧要是再打不赢这一仗，朕都无法向列祖列宗和天下臣民交代啊。我看时候也不早了，你们都回去歇了吧。啊，这皇上，这些折子您要一起带回寝宫吗？不，啊，你去打一盆冷水来。朕要擦把脸，精神精神。把他批完了，再回宫。这，天一亮，马上派人快马发往各地。这，全青海都被我围住了。这个罗卜藏丹增到底哪儿去了？他的主力到底在哪儿呢？既然大将军已经部署了关门打狗之事，我看这门都关起来了，还愁找不到狗？是啊，我们已经把口袋一点一点的扎紧了，还怕找不到罗卜藏丹增？
一点一点的收。你们知道整个大军一天要花多少银子？20多万。再怎么拖下去，就连皇上也坐不稳了。李兴娥，末将在。派去的探子都回来了吗？回大将军，都回来了，仍然没有叛军的下落。斩，都给我斩了。再派一些有家室的人去，如果探不到叛军的下落，我杀他们全家。这。宋曾鼎，在。你再下几道咨文。先令各省把下个月的军粮火速运来。如果哪一个省误了日期，我就严参哪一个省的巡抚。运往西北的军粮还差多少？你说你是藩台，还差15000担。怎么会差这么多？回大人，今年一场大水淹了10几个州县，又要赈济灾民，又要筹粮运往西北，本就捉襟见肘，这不要粮的日期又提前了，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。那就把这5000担先送去啊。启禀大人，没人敢去。大人也不是不知道，上一次朱大人押运粮草去，路上遇到山洪爆发，也就迟了一天，就被年羹尧那个魔头给杀了。这一次差15000担军粮，那谁还敢去啊？那也得送。总不成叫我这个巡抚亲自去送吧？吴大人，您是在幕府怎么跑到钱塘来了？钱塘有人？怎么会鸦雀无声啊？吴先生，8000两银子一年的木酬，你不干事也就算了，你不要再给我添乱子了。东某，吴某今天就是冲着这8000两银子的木酬来的。我在后堂已经听到，军粮数目不够，没有人敢去押运。吴某替你走一趟如何？您愿意去押送粮草？总得有人去嘛。您不怕死？放心，年羹尧还杀不了我。诸位大人请放心，过去吴某和年大将军还有些交情，只要是我去交运粮草，他不但不会为难我，而且连剩下来的15000担也会给我免了。就真的，东翁，你当吴某活得不耐烦了？好，那就拜托吴先生辛苦一趟。当然当然。不过呀，今年上半年你还欠着我2000两的木酬嘞，回来的时候还望付清啊。斩！凡是探不到叛军下落的，通通全家问斩。我说过的话，为什么还来问我？这。禀大将军，甘肃巡抚范时杰求见。什么事啊？他说是军务。就叫他进来吧。这。参见大将军。什么事？
说吧。现在我们甘溪驻军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，嗨，说句寒碜的话，就是夜里出去撒尿，回来就找不着睡觉的地方了。特请示大将军，帐篷什么时候能够发到我军？就为这点小事，你就巴巴的跑来了？这档子事儿，我想不是小事儿吧？我知道了，你连夜赶回去吧。知道了不等于解决，我回去士兵们还是睡不下呀，这不伤了大将军爱民如子之心吗？我已将我们甘肃的难处禀告了岳钟琪将军，请他驻守松潘，这样我和他都能两免其苦。谁叫你禀告岳钟琪改变一防的？是您呐，上次甘东誓师，您登坛阅兵，岳钟琪是您的副帅，您告诫诸将有事要随时禀报您或者岳将军。哎，这在座的诸公都听见了。我知道你这个甘肃巡抚不想当了。来啊，在，去掉他的顶戴花翎。这慢，无需劳驾，我这个巡抚正不想当呢。也好，老母年高，正等着我回家伺候呢。大将军，这个就烦您转交给皇上了。是啊，禀大将军，河南的军粮运到了，不过还差15000担。看来这各省的巡抚都同我打起擂台来了。哎呀，差这么多军粮也敢送来？那个押粮官是什么人呢？回大将军，押粮的没有顶戴，不像是个官儿。哦，把他带进来。哟，是吴先生啊！哎呀，吴先生，吴先生，两国这一向别来无恙啊！我没想到，真没想到啊！哎，来呀，在，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？赶快给吴先生备酒接风啊！这，走到我后面书房去啊！哎，请请请。好了，你下去吧，这没你的事了。这，哎，来，先生，请用茶。好好好。先生不是在李威那儿吗？为何又替田文静押送粮草啊？你说李威呀？啊，哎呀，他不讲交情啊，他把我8000两银子一年，哎，卖给了田文静啊。先生说笑了，您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。先生千里迢迢不光是为了这区区5000担粮草吧？哎，知我者两公也。
来，先生请。好好好好。两公啊，你应该知道，如果这一仗你打不好，或者劳师迷众，找不到叛军决战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？我知道，就连皇上的位置都坐不稳呐。哎，为了你能在西北平定叛军，皇上已经把国库都掏空了，而且还得罪了普天下的官员。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你，只要等你一失败，外患内忧就将一起爆发呀。两公啊，你的干系比天还大呀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如果我要不知道有这么天大的干系，我也犯不着这样天天杀人，冒天下之大不韪。现在我最苦恼的是，我调兵遣将整整将近一年，好不容易形成的关门打狗之势，可是罗卜藏、丹增却突然消失了。哎，每天要耗尽我二十几万两银子，再这么拖下去，大军不打就会拖垮，皇上也会拖垮。哎，大将军呐，大将军，哎，你处处算无一策，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我军需要庞大的军饷开支，难道叛军就不需要军饷开支？他们是本地人，是游牧骑兵，他们的开支要比我们少多了。啊，本地人、游牧骑兵，一样的要水草粮。两公啊，你想想，啊，你已经把青海全省围了个水泄不通，而罗卜藏、丹增的十几万兵马，仍然能够支撑到今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还有源源不断的粮草在供给他们。你误就误在当初没有切断叛军的粮源，因此才形成了今天的对号之势，他也才得以躲起来拖死你啊。没错，我要立刻截断内地运往青海的粮道，就是饿死青海的全省人，也在所不惜。哎，犯不着。何况现在再封叛军的粮道，为时也晚了，因为他们叛军的储粮至少可以维持一个冬天，而你二十几万大军能对号一个冬天吗？当务之急呀，是必须立刻找到叛军的主力。哎呀，我要能找到叛军的主力，还同先生在这儿闲聊吗？你为什么就不问问我，叛军的主力在哪儿呢？您知道罗卜藏、丹增的主力在哪儿吗？我当然知道。你来看，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儿？在这儿。这周围的地方都打探过了吗？都打探过了，没有一点踪影。这就很清楚了，叛军的主力就在这儿。法兰斯？这不可能啊，他离这儿不到一百里，叛军怎么会藏到这儿呢？啊，这儿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。两公，
你再看看，能不能看到法伦斯？哎，好，马上合围法伦斯。又是两天过去了，为什么至今没有一点消息？竟然连运粮官的消息都没有，真是可怕。进驻西北已经几个月了，除了要吃喝、要银两、要供给，满朝文武勒着裤腰带过了一个冬天，可他呢，连个叛军的影子也没抓着。按最后一次呈上的折子来看，这一仗他是有把握的。把握？什么是把握？当年老十四统领大军进军西北，临行前对我讲的就是不能谈把握。当年先帝爷亲征准噶尔，哎呀，老十三，你就别跟着我们在这耗着了，让人先把你送回去歇着吧啊！哎呀，这几天熬下来，我们这些好人都受不了，别说是你了啊！回去也歇不了，这心里怎么也放不下啊。西北六百里加急，西北，你怎么了？啊？说的什么？大胜仗了，西北打了大胜仗。啊！你看，十三爷，皇上呢？刚出去不久，去哪了？他说想出去走走，不让我们跟着。来人呐！在。你去，到外面给我喊去，就喊西北大捷吧。这。皇上，皇上，西北大捷了。
列祖列宗在上，西北的军事终于大功告成了，先帝的遗愿朕完成了一半，下一步就可以腾出手来推行新政了。赵年羹要进京，朕要重重的封赏他，让天下人都看看，都看看。西北的消息，朕不胜欣喜。你是朕的恩人，也是我大清的恩人。朕在北京等着你，为你庆功，做个千古君臣之誉的榜样，给天下人看看。官贵营，百官贵营，臣清命征西大将军年羹尧，恭请皇上圣安。起来吧，辛苦了。简直无人臣之礼，我要参他，奴才们恭贺主子册封皇贵妃。起来吧。您还不知道吧？
全都是咱国舅爷在西北打了大胜仗，为咱大清立了大功啊。行了行了，看看这箱子里还有多少银子，全拿出来赏给他们吧。是。主子，全在这儿了，一共是80两。不要嫌少，拿去，给大家喝杯酒吧。啊，皇贵妃的赏，奴才们心领了。奴才们这就告退。哎，你说说啊，没心没肺的东西，这年贵妃就剩下那么点月例的银子啊，你也敢接啊？什么东西呀？我就不信他年间那么有钱。他闭上你的臭嘴！咱们这位贵妃主子可不像其他的主子，从来也不要娘家的一文钱呐，知道吗？这。年大将军能够把长子年希过继给我童家，真让龙卯深感荣幸。龙卯虽然现在已有两个儿子，但是始终不能如愿，因为早有先人指点我说我命中该有三子，今天能得到皇上的恩赐，就如同得到上天的赏赐一样。皇上，龙卯已经把年希改名为德柱，龙德柱，并且已经在宗人府造册入典了。龙卯在此叩恩谢过皇上。年大将军，以前多有得罪，看在咱们儿子的份上，就请年大将军多多见谅啊。哪里哪里，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。张廷玉，哦，臣在。把一封年羹尧的旨意念给他听听。上谕：赐征西大将军、川陕总督年羹尧一等公爵，加太子太傅衔，授京西尼哈番加号，赏穿四团龙服，戴三眼花翎。谢皇上隆恩。你为我大清立了大功啊，论理啊，就是封你个王爷也不过分。不过自古以来啊，异姓封王多没有好下场啊。朕这是爱护你，望你能体谅朕的苦心。这，哎，罢了，你在前方受苦了，这次回京呢又受了累，这些虚礼就免了吧。这，皇上，这是臣保举的立功人员名单，请皇上照准。这么多人，只怕一时难以安排。张仲堂，他们可都是立了战功的人呐。好，那就先将第一等战功的将军们褒奖了，其余的让张廷玉他们妥善安排，你看如何呀？这，李德全，奴才在。把那几名将军们请进来吧。这。
天气热，你们都是百里战功的人呐，在这儿就不要拘礼了。哎，谢甲，凉快凉快。这。皇上叫你们卸甲，没听见吗？既然皇上让你们卸甲，你们就卸吧。走！相公，皇上，您别介意啊。他们这些人在军营里待惯了，他们只知道军令，不知道皇上。相公啊，朕在御花园为你摆了庆功宴，走，咱们赴宴去。明天到丰台大营检阅你的三军。各位大人，请吧。好。把孙嘉诚抓起来，严审他。是谁指使他残年羹尧的？朕说的话，你没听到吗？回皇上，孙嘉诚是御史，有上折的参劾大臣的职责。这个时候弹劾年羹尧，就是居心叵测。抓起来，明天朕亲自审问他。这。请安，臣妾年氏接驾皇上。皇上，谢甲，谢甲，快点儿！再拖，再拖，再拖！让你卸甲，你没听见吗？